好，我是洛杉矶商业地产专家李杰明 Ricky Lee 啊。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身后的这一个10,000尺的办公楼。那这个办公楼呢，即将完工，2024年盖的全新的办公楼。它有什么特色呢？它的停车位非常充足，总共有56个停车位，相当于 parking ratio 每1,000尺有5.6。因为这个停车位相当的多，所以它可以做医疗 medical 来使用。那这个办公楼建造的设计呢，就是一个洗肾中心。在我身后的右边有2个单位，各是1,200尺。这个办公楼呢是8,500尺加1,200尺加1,200尺，自己可以用8,500尺，然后另外2个1,200尺可以租给其他的医生或者是任何办公室使用。那这个大楼呢，最大的优点，它也可以当做 adult daycare center 或者是手术中心。或者是老人中心都非常适合。那地点呢，就位于 Rancho Cucamonga 的 Grove 上面。Grove 旁边呢，最近的就是 San Antonio Regional Hospital。然后这附近方圆大概1个 mile 以内呢，有2家医院。所以这个地点呢，当初挑选的时候，就是因为离这个 San Antonio Hospital 呢，只要大概开车2到3分钟的时间，非常的近。那现在这个已经全新完工啊，卖家拿出来出售啊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非常好的机会。好，谢谢。